好，来了，我以为紧张，站起来，我以为狮子是我最受不了这种挑战了，我以为，我来了，哇，接力都出来了，哇哇，三比，三比，直接去老高那边抢鱼是吗？你再偏都到老高脸上。哇塞，他还给一条一条。这个大又出接力了，一条。哎呦，人家来了。哎呀，两条。倒线呢？我也往下倒。六比六。哇，这是啥？两条。发明啊！我好紧张啊！来了，这一排虾，我一个都没。